咦，一大早我们开饭了，我们开饭了，我来倒茶猫炖了呀，我来倒茶猫炖了呀。 开饭了，组长，这上面好了，我们今天可以倒一点狗粮，倒一点狗粮，哎呦乖乖，哎呦哎呦，他喜欢吃鸭肝，啊不喜欢吃鸭肝，咱们弄点狗粮吃吃，少一点呢，我就给他倒一点点，嗯，他就不吃，不就吃鸭肝，鸭肝白吃，你吃一点狗粮嘛，你吃一点嘛，<笑>吃点狗粮啊，你吃点，吃点，吃点，<笑>我就不乐意，就要吃那个这个冻干，这个鸡肝这个，我们早上的那个营养餐，鸡肝、火腿肠，还有然后那个补钙的钙片。